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木浪子。今天我们学习的歌是许巍的《时光》。那这首歌在我的中高级教程里面也有收录，不过那个是练习打板的这个版本。但这个版本是完全的简化版，会非常的简单。现在我们打开书籍，找到这首歌的曲谱。那在编配的时候呢，我是用 C 调来编配的。这样女同学其实可以不用加变调夹，然后直接用高八度来演唱。男同学可以将变调夹夹在第四品。和弦特别简单，只有四个 C、AM、DM7 G 和弦，就这四个和弦。然后扫弦的伴奏也很简单，是下切上下上切上下切上下上切上啊，因为切音我们之前也讲过，在我的初级教程里面也讲过。另外讲一下，咱们这一套系列的教学是针对曲谱集的教学，所以不太适合没有基础的同学去跳着去看，比如什么都没看过直接去看这首歌的教学，那么不太适合。因为第一它不是针对零基础，第二它是跟从第一首歌开始一直讲下来的。好，和弦相信对我们这个阶段转换已经没有问题，那你只要把这个伴奏能够弹熟了，然后配合这四个和弦的转换，如果没有问题了，那剩下的我们只需要去加入演唱就 OK 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尝试把第一段演唱一下，试一下。在阳光温暖的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，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。接下来就会继续去往后，这个弹唱很简单。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，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，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。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有色然后这首歌也不是很长，歌词也不是很多。那么到这个啦啦啦这个地方结束之后，大家看又会进入第二段，有一个返回符号，也许就在这一瞬间。也许就在这一瞬间，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，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扬。渐弱结束了，原版也基本是这样结束的。其实这首歌非常适合当做一个扫弦切音的练习曲，比如说在初级教程我们学完扫弦和切音，那在初级教程里面我们的练习曲是《情非得已》和《再见》，那这一首也可以加上去，算是一首实践曲目。相信大家学习这首歌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，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学了49首歌的弹唱了。那如果大家结合视频结合书籍的曲谱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，和我们有更多的交流。那如果没有系统学过初级吉他的朋友呢，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初级教程。好，让我们下一首歌再见。